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杯子上可以看到两张人脸？为什么这个纸片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旋转？为什么一个物体在镜子里的虚像和其实际形状竟然是不符的？这些神奇的视错觉现象可不是骗人的伎俩，那相反，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是怎么认知这整一个世界的。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有趣的现象，那么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视错觉》。视错觉通常是指观察者对物体产生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错误判断，而根据产生的误判原理的不同，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视觉错觉分为了三类，分别是物理错觉、生理错觉还有认知错觉。那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物理错觉，是因为光的物理性质使我们产生了误判。那比如说我们把一根筷子插进水里面，筷子看起来它弯折，那这是光的折射，而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则是反射形成的虚像，那这可能会有这么一点难以理解。所以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个原理，我们尝试复刻了那年春晚刘谦老师的魔术。你这样看起来桌子下面没有人，对吧？但其实它本质是由两面镜子产生的虚像给了我们一个错觉。此外，一些广为人知的自然现象其实也属于物理错觉的范畴，比如说当阳光在小水珠里面发生复杂的折射还有反射之后得到的彩虹就是物理错觉。那以上这些物理现象在光接触眼睛之前它其实就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生理错觉则和我们的眼睛还有大脑的生理构造息息相关。那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幻影转盘的小玩具，你可以看到一面是一头鲸鱼，而另一面是一片大海，但是在快速旋转之后，我们同时看到了鲸鱼还有大海。那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当我们的眼睛接收到光信号再传递给我们的大脑，这影像并不会在大脑里面瞬间消失，它会停留一小段时间，因此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我们熟知的视觉暂留现象。那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讲这个小玩具呢？那正是因为这个装置给人们带来的灵感还有后续的发明，才我们现在可以观看这支影视飓风的节目。那这也是电影、电视剧、游戏等所有动态影像存在的原因。在19世纪人们发现了这种奇妙现象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玩具就开始出现。那比如这个叫做费纳奇镜的小转盘，你只要轻轻一转，原本静止的鲸鱼就瞬间游动了起来。那同样中国的走马灯也是运用了这种原理。那这些小玩具经过无数的迭代，最终就产生了这个划时代的产物——胶片放映机。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把胶片快速拉扯，这画面就会变成这样，一团浆糊，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胶片放映机里面有一个快门结构，当快门走到空着的部分，图像会停下；当快门走到黑色部分的时候呢，胶片会前进一格。所以我们每次看到的图像，它都是静止图像。那当这些静止图像以足够快的速度出现，我们也就看到了像这样的动态影像。那在这里我要感谢荣威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荣威新推出的仿生支架生命体和荣威金，具备未来造型、遥感支架和强劲动力。那我们再回到视觉暂留，事实上这个视觉暂留现象其实早在古希腊就被发现了。当时人们注意到，如果你一直盯着太阳一段时间再看别的地方，太阳会出现在别处。那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残像。那当然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据说发现这个现象的人就是因为看了太多次太阳而失去了视觉。那在残像现象中还有更有趣的补色效果，如果你暂停视频紧盯着这个红色小球40秒钟，然后你再往白墙上看，那理论上你会看到一个青色小球。这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受到某种色光刺激之后就会产生疲劳，继而减少对这种光的接收。那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的达芬奇调色课，那么如果在调色的时候减红，得到的相应效果会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加青，希望你猜对了。那因为青色是红色的补色，这种现象也被称之为补色的残像。那聊完了物理错觉还有生理错觉，我们可以再来说说最为丰富的认知错觉。不同于物理错觉和生理错觉，认知错觉通常是由于观察者被自己过往认知所误导而造成的错觉。那同时在认知错觉中也有不少有趣的分类，比如说模棱两可错觉、扭曲错觉、深度错觉等等。那我这里挑选了一些有意思的例子来给你分享一下，同时也会重点聊聊这里面最有趣的这个深度错觉。首先我们来看看模棱两可错觉。仔细看这张图片，你发现了是鸭子还是兔子，又或者是在鸭子和兔子之间反复横跳。模棱两可错觉顾名思义，就是观察者无法对被观测对象给出一个必然的理解。那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认知层面会对特定对象的理解产生反复的变化。那你再看这个方块，你现在是在俯视它还是在仰视它？又或者是这个杯子，它到底是一个杯子还是两张人脸，是不是很难分辨？那我们再来看看扭曲错觉，也就是几何错觉。如果我们对一个几何图形的大小、长短还有曲率产生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误判，那么一般可以归类在这里。比如这两个扇形，你觉得哪个更大？是下面那个吗？那我来揭晓答案，其实它们俩一样大。
那你再看这两条直线，你觉得哪条更长？是不是看起来上面那条直线会比较长一点？但其实它们一样长。那这几条直线是不是左边直线在往外突出，右边直线在往里面凹进去？但其实离开了这些线条，这些看起来弯曲了的线，它都是直线。那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本期节目最有意思的错觉，就是深度错觉。我很喜欢，在我们睁开眼睛观察世界的每一秒钟，我们的眼睛里面都有无数的视细胞在接受巨量的信息，这些二维信息经过层层的传递，被我们的大脑感知还有理解，最终才构建出了一个三维的世界，这也被叫做空间感知，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而我们分析二维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线性透视，我们随便找一段视频，可以看到这些线段会伸展聚合到一个消失的点，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消失点的位置来推算出画面的深度信息。15世纪初的欧洲画家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绘画的作品就从这样变成了这样。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你隆重介绍本期节目里面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视错觉大作——艾姆斯梯形窗。窗户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一切正常，直到这个时候，你看着它，它似乎又转了回去。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邀请了公司里面的小伙伴们一起观察，大部分人都会感觉这扇窗是一直在来回的摆动，但事实上这扇窗它只是在单方向的旋转。那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没关系，我把我自己挂上去给你看总行了吧，对吧？我上去。一开始看起来确实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对吧？事情就像我们认知的一样正常发展，但直到这一刻，对吧？什么玩意？这是啥？怎么就转回去了？那我们再从线性透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梯形窗无论它怎么旋转，靠近我们的一边永远是长边。那当这个画面没有更多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下意识地告诉自己，越长的线段表明它越靠近，因此我们永远只能看到这扇窗来回在摆动，这也是视错觉非常有魅力的一点。那即使我们理解了它的原理，而且知道了它的事实情况，但你再看一遍，我们依然无法用理性的角度去修正我们的大脑还有它的感知。我不知道要训练多久才能够看到它的真相。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艾姆斯先生的另一个天才创作，艾姆斯房间。为什么这位朋友可以自由地变换大小？你是不是又在想我们又在整特效？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是一个从地板到围墙到天花板全部都扭曲的房间，而它们扭曲的方式却是严格按照线性透视的原理来发生的。所以当我们给一个特定的视点来观察它的时候，这间房屋就不会有任何的不同。那虽然房间会被扭曲，但是人他并没有被扭曲。所以当一个正常人在里面走动的时候，我们也就产生了人好像在变大还有变小的错觉。那在深度错觉里面还包括了一些不可能存在的立体结构。不知道你是否记得《盗梦空间》里面这几节的楼梯，每一节楼梯看起来都在持续上升，但现实里是不可能存在这么一个持续上升的楼梯的，这就是不可能存在的立体结构。那《盗梦空间》里面它又是怎么实现的呢？那其实这个台阶中间是断开的，只是特定的拍摄视角给观众带来了这么一个错觉。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动作，这是个扭曲的窗户空间，我们把一根筷子从这个角度穿过这个洞，那么你说它还有可能进入到那个洞吗？啊，答案是当然可以。这其实是一个往里凹的窗户，但是故意在特定视角做成了往外凸的样子，就实现了这种效果。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我们只是在某一个视点观察，本质上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三维物体在一个特定方向上的投影，但这个三维模型的实际样貌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但我们的大脑则是在众多可能性里面基于我们的经验主义推断出了符合认知的那一个。在做这期节目的过程中，也让我想起了柏拉图洞穴的这么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寓言故事。它讲的是有一群囚徒被捆绑在山洞里面，他们每天只能通过火把产生的影子来认知这个世界，都是 2D 的画面，所以这是他们知道世界的一切。那终于有一天，一位囚徒挣脱了束缚，看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这个立体的真正的世界。但当他回去和伙伴们讲述这个真实世界的样貌的时候，却没有人能够相信和理解他。一个简单的彭罗斯四角形在制作的时候就能有无数种途径，那么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遇到的各种事物还有观点的背后，是否也有无数种可能？我们是停留在那一个视点观察，基于经验主义推断出符合自己认知的现实，还是转换一下视点，拥抱更多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决定权其实就在于我们。那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感谢荣威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荣威金，一台全新仿生智驾生命体，仿生造型尽显澎湃生命之美，思南系统开启遥感智驾新未来，强劲动力让你拥有御风破浪般的体验。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